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，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我们敏迪里面的提取物的主要功能有阻止皮肤痕痒、皮肤过敏、主副手，对皮屑脱落和气管过敏都是有帮助的。产品查询热线5537-9521。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Albert。 你好，乐乐。系啦，我哋又翻嚟我哋个节目《外星超文明》。冇错，咁啊，今日又讲啲咩超文明咧？系我哋读咗，我哋读咗啲必要讲嘅嘢先。你读咗啲揾食架餐先。系，请各位各网友咧去我哋巴打台嘅频道啦、Facebook 啦、YouTube 啦频道咧就订阅、赞好及留言支持我哋巴打台嘅，多谢晒。咁啊，揿下个钟仔就可以支持到我哋啦。支持下我哋啊！好划算噶，我哋咧吓准备咗咁耐，你揿下个钟仔就报答到我哋啦，系咪？系啦，唔使你以身相许都唔错啊，系咪先 ？OK， 好。咁我哋今集讲咩题目咧？今集我哋讲啲可能大家都可能有啲知道嘅，就讲下古埃及嘅法老王。法老王咧，据我所知咧，佢咧。个妹系边个？你知唔知道？我真系唔知道。法老王个妹咪法老后咯。系啊，好难啊，好难啊。哎呀，真系第二集就要大家承受呢啲咁难。冇错，不过就系咁样就过瘾嘅。系嗱，不如我又讲下啦。嗱，咁咧讲紧系好耐之前啦，都埃及人都仲未喺尼罗河一带定居嘅时候，仲系游牧嘅时候，即系周围游嘅时候。咁咧佢就话咧，有两个神从天而降。就創造了古埃及這個地方。那呢一個男的呢就叫做奧西里斯，就是來自獵戶座的。他太太呢就叫做伊希斯，就來自天狼星的。嗯。那跟著他們兩個呢、不知道為什麼，不知道他們在上面已經認識還是已經是、好好，因為他們本身兩個都在不同的星球的嘛。是啊。啊，那有趣，他們走下來地球，落到來地球呢就 happy 了、生了法老王。哦，咁我哋可以代翻入現代嘅情況。點解咁過癮咧？我哋可以代翻落嚟攞地球身份證啊！講住個過分。我用翻現代人嗰個理論啦，其實就即係類似咧，法國男人就去咗呢個英國嗰度咧，娶咗個英國女人。係啊。咁跟住咧就去咗呢一個意大利，就落地生根，落入籍。仔可以话入籍嘅，咁个细路喺嗰度出世就入咗籍噶咯。系啦，三笪地方唔同籍啊，系咪先？咁呢个样嘢咧就只不过可能系一个美丽嘅旅游嘅异地情缘啦。系啦，即系只不过系而家变咗一个星际旅游嘅事件咧。但系我又成日都觉得好奇怪啦。一个系猎户座，一个就天狼星，相距好 Q 远噶，系咪？其实都远嘅，系啊，其实系啊，点都系远噶啦。但可能在他們的科技來說可能是30分鐘或者1分鐘或者2分鐘不知道、即我們不理解到他們那個科技去到哪裡，但如果以正常我們香港的即我們人類現在的有起碼可能都不會很近，有沒有深水埗去到利物浦那麼遠呢？我想不止了，我想肯定不止了，很難啊，我想肯定不止了。總之他們就是來自不同的地方，不同的星球，但為什麼要來地球生仔呢？真的是不是好像啲国内冲落嚟，为了要生个仔攞个香港身份证？如果俾我估咧，都离不开两个可能性。第一个可能性咧，就真系佢哋嗰个嘅原本嘅星球，揾唔到对象咯。即系好似我哋以前沟唔到女咁样喺啲香港宅男，系啦，可能系咁啦。但系点解要私奔落嚟地球咧？其实呢这个呢就解释不到的，不过呢就可以解释到一件事，就是一定是他们的星球出了事。一定我都觉得 是但是出了什么事，还有为什么是他们两个下来，其他那些还不知道，我想不会只得他一个人的这个星球。所以古代，所以呢我们在地球呢都有些传言的，就是我们每一个种族其实都有些传言，就是说神呢一定是几帮神在打架的。
咁我都聽過。係啦，即係你始終就係話其實古往今來咁耐咧，係冇一啲宗教就話得一個神嘅，而家就淨係得天主教就話得一個神啦，係咪先？但係神佢都同魔鬼打交噶嘛，其實係啊。只不過就係話我哋古往今來咁多個我哋嘅國家文又好文化又好咧，其實都話。其實遠古嘅神咧係有幾幫神喺度互相打交，絕對信，我絕對信。咁所以咧，你頭先講嗰個古仔咧，佢話喺獵户座就喺天狼星，咁兩個咁遠嘅人，即係一齊咗啦，咁跟住嚟到地球生。如果真係戰役嘅時候咧，就會發生呢咁嘅事啦。即係好似以前越戰咁咧，其實真係。你邊度適合生存咪去邊度咯？當然啦，咁我求生啫嘛。係啊，咁我越戰老兵咁就同個越南姑娘咁一齊咗，咁啊生個仔又係紅蘇綠眼就去第二度呢個寄居，咁呢個好合情理啊。咁如果你咁講嗱，佢落咗嚟之後，嚟咗地球之後，咁佢就。生咗法老王之後，咁佢繼續開枝散葉噶噃，咁即係話我哋可能佢嘅後人都係留住外星人嘅血噶啦。嗱，咁我有一個疑問嘅，譬如我當呢兩個神啦，呢兩個外星人啦，嚟到地球呢個咁嘅荒蕪之地啦，咁就喺度落地生根啦。佢建立咗個埃及王朝啦。係啦，其實對我諗對佢呢一個兩個外星人嚟講咧，你建立嘅呢個王朝其實都係一個叫做權宜之計嚟嘅啫，因為我冇辦法，我哋冇辦法啦，我哋冇辦法就係話想避開呢個戰役啦，我冇辦法先至喺嗰度落地生根嘅啫，係咪？咁我哋喺呢一度嘅時候咧，佢就一定會覺得呢個科技一定唔夠祖家咁發達嘅，係咪啊？即係我哋其實現代人流落荒島，咁一定係鑽木。但係既然佢冇。明知我哋地球當嗰個時候係好落後嘅咧，定係佢都要落嚟，即係話代表佢嚟到地球，佢會安全喺嗰度會危險。嗯，系咪啊？都有咁嘅機會。純粹一個正常人，即係純粹避開先啦，起碼避開，係咪避開嗰度嗰啲風頭火勢先啦？係咪？即係著草啦。係啊，即係著草啦。可能真係著草啦，爭有多錢啦。賭大咗，賭大咗要著草嘅話，兩公婆。咁嗱，咁啊建設咗我哋呢一個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啦嘅這個法老王的王朝，但跟住一路落去都有好多好多代好多代一路有流傳落嚟啦。咁當初佢呢一個兩個神落到嚟嘅時候，咁佢生咗第一個法老王。但係咁佢唔會有自己嘅子民嘅喎，暫時即係唔會有自己嘅臣民啦。咁你作為一個王，所以係咯嗱，佢咁個子民點嚟咧？就算佢嗰陣時落到嚟，嗰啲人可能都係毫無智慧嘅人，或者好似啲。野蛮人咁样啊，系啊，系咪啊？咁我成日都觉得唔会咁简单嘅。你嚟到，你都想有一班人忠心服侍你啦，系咪先？喂，大佬，唔通要我自己耕田，梗系叫佢耕啦，系咪啊？咁我估计咧，一定系佢可能改造佢哋啦，又或者系传授一啲知识啊技巧俾佢哋啦。就好多時我哋而家一啲人類學家同埋考古學家都提出一個問題，就係人類我哋現今人類啊個發展咧，突飛猛進得太過，猛進到不得了啦，太過唔合情理啊，直頭唔合情理啊，係啦，大概十零萬年前咧，係啦，就係突然間出現人類。咁就嗰個科技同埋文化發展咧，突然間又聰明咗咁樣嘅。咁好多一啲嘅，即係一啲嘅人士咧，就話其實咧就一定係一啲勁過我哋好多人教我哋啦。咁樣就有一派學説就當然係一個 UFO 學説啦，就話喂，我哋個科技唔係即係嗰啲神士教我哋嘅咯，咁樣係啦。但是你有冇咁嘅？佢哋嗰陣時有冇咁嘅智慧去吸收咧？逐步嚟咯，逐步嚟咯。咁我諗都要好多代人喎。都係㗎，嗱，你第一嘢
譬如19世紀嗰啲蒸汽機嘅時代嗰啲人唔會理解，就係話而家呢個 plasma 電視究竟點解，唔會理解嘅，即係連佢點用啊？喂，點解要咁啫？唔會有咁嘅需求嘅，即係佢嗰啲我哋現存嗰陣時嘅地球人啦，咁文字未開嘅地球人係唔會理解呢兩個外星人嚟到。究竟他哋嗰個生活是點啊？究竟他想要乜啊？唔會理解嘅，佢只係話，所以他哋就全部用神話去代入相傳。譬如話，我呢兩個咪神嚟嘅咯，神嘅嘢嚇，唔通要你理我做乜咩？係咪先？咁佢哋兩個打交就打交，佢哋兩個要生仔就生仔，佢哋兩個要搞嘢搞嘢噶啦，係咪啊？就係咁咯。系咯，咁呢、這个就唯有用神话嚟解释咯。但系而家去到呢一个 moment， 咁我哋就会用一啲神话以外嘅嘢嚟到讲下啦。咁、如果唔系，大家系啦，特别啲嘅角度去睇下呢件事啦。所以我哋又系用翻神话嘅角度同你同大家观众讲嘅话，其实你会觉得好闷嘅。咁我哋用一啲动漫形式又得，系啦，或者甚至乎我哋用呢个股票佬嘅形式讲俾大家听都得嘅，或者任何嘢都可以代表讲。系啦，外星人嗰日捉咗我去炒股票。要我教他炒股票啊，或者他俾个 number 你，或者知道咩 number 好咧？系啦，咁我想问下，第一代嘅法老王，系啊，佢有冇话一啲考古学家证实，或者系有冇一啲咩故事去记载咧？净系话哦，两个神生咗佢咁样啊？佢其实咧，如果大家可以上网或者睇书咧，佢好啲好多壁画嘅，讲晒佢嗰个进程、哦点嚟嘅？系啊，佢有讲晒嘅，我有睇过下嗰啲图画嘅。咁就不过即系讲真，你依家喺依家呢个点样证实咧？我纯粹当好似睇连环图啊，睇漫画咁。而家呢个时代咧？人類點樣證實歷史呢，就係、除非你係親眼見過啦，但係如果咁遠古嗰啲咧，就一定係靠考古嘅。但係佢又的而且確驗證，驗證過嗰件嘢係喺幾千年前係就呢個係事實嘅。問題就話你幾千年前佢哋畫呢啲圖畫出嚟嘅時候，係咪佢真係見到呢啲嘢而畫，定係還是佢都想像？係啊，或者佢都係老作嘅咧？老作就不過我覺得佢哋又應該老作就難啲，係啦，因為佢嗰時都唔可以排除佢冇部分係老作，或者將佢嗰個能力誇大咗咯，都有機會，都有機會。係啊，不過我都選擇偏向信多過唔信嘅，我自己就覺得。因為你就算老作咧，你點都要有啲少少憑證先作到㗎，其實有啲事實嘅基礎。係啦，其實即係好似我做過電影啦，我亦都寫過劇本啦。咁其實你要寫劇本，其實你因為你以前都要睇過一啲電影，你先至知道劇本就哦原來係咁寫嘅，哦原來咁樣鋪排嘅，哦原來係咁樣做嘅，咁你先至會有個基礎喺度。如果唔係你真係一個啱啱出世嘅 BB， 你完全冇接觸過電影嘅嘢，基本上你冇可能寫到一個劇本出嚟嘅。其實咁，所以如果你咁講嗱，佢如果你以你咁講，即係話佢嗰個壁畫畫出嚟，話佢兩公婆係由一坐住一架飛船咁樣降落呢、這個地球啦，埃及呢個地方，跟住就落地生根，就興建用佢嘅神力興建成為一個咁嘅城市帝國咁樣，帝國跟住建立，嗯，即係我覺得即係話係有可能噶咯噃，如果係咁。冇嘢話係冇可能嘅，但係你係咪真咧？其實我哋而家嗰個證據太少啦，因為你話點樣掘地都好啦，其實我哋暫時仲未揾到嗰個嘅飛船啊嘛。不過佢又真係埃及呢個地方又真係幾神奇嘅，佢真係留低咗，佢係算係留低比較多不解之謎係好多，算係比起其他嘅地方留低多痕跡嘅。你睇就係金字塔九十幾個，你知唔知原來埃及有九十幾個金字塔啊？是啊、但是不知道是拿来做什么的嘛。是啊，不知道，当然有些很小的啦。是啊，是啊，最出名的当然是我们现在这个卡罗的这个金字塔最出名，最高最漂亮啦。但其實佢仲有好多個嘅，不過啲好細啦。有一啲話喺海底又發現咗噶嘛，即當然因為太深去唔到。但是你話佢整咁多喺度係做咩？嗱，呢個係一個證據嚟噶，即有留低嘅證據。呢個係一個物件，真係一個客觀存在嘅物件，係啦。咁你話有好多主觀解釋嘅，係啊。嗱，好多時咧就話點解要起到咁大啊？點解要起到咁高啊？周圍又完全冇屋冇剩喎，咁就一定係一啲嘅空中先睇到嘅嘢啦，係咪先？即係一啲好似海上面嘅一啲嘅燈塔。
或者係啲空中嘅一啲嘅導航嘅嘢啦，純粹咁呢個就係一啲外星生，即係外星人理論嘅人會提出嚟嘅。咁亦都有一啲學派咧就話其實係攞嚟發電嘅，或者製字或者成啦，因為其實就唔係好似以前我細個聽咁講係靈墓。因为以前咧就话里边揾唔到尸体啊，唔系揾唔到，系直头佢个设计都唔系攞嚟做陵墓嘅工嘅设计嚟嘅，因为佢嗰个皇帝嘅尸体咧系喺第二度撞嘅，其实系撞喺第二度。所以初初好多人咧，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都话系陵墓，都话系陵墓啊，系啊，其实唔系嘅，系啦，因为喺古代咧个思维，即系我哋以前十几廿年前嘅思维就话，喂唔系嗰个。唔係嗰個皇帝話要嘅一個陵墓，點解嘥咁多人力物力去做啊？根本唔合理嘅喎。冇錯，不如我你皇宮都冇咁靚喎，係咪啊？我哋不如揾一集就講一下金字塔啦。依家暫時我哋就好啊，我哋下次先講啦。我哋夠鐘啦，好啦， okay, 我哋下集再下節再翻嚟啊。好，女士嘅頭髮唔夠強韌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機、地中海嘅煩惱，揾啱一隻洗頭水係好重要嘅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